Hello， 我是 Henry， 今天讲下 BMW 的 M。 大家呢私家车呢就很多车我都玩过 M 的私家车了，但呢 M 的电单车呢就由 M 部门直接研发的第一架电单车 M Power 的电单车呢就是这一架了。这一架呢就叫 S1000RR， 它的我们简称就叫 MRR。咁呢架嘢咧，事实真系好好揸，好似我哋揸250两冲程或者系400嘅四冲程车嗰、那个咁嘅 handling 喺啲弯度，但你推车咧完全唔觉得佢重嘅，但系佢一弯度咧就真系好轻，俾你做到好舒服、好轻松。嗱，你睇而家我用緊三波嘅，係好暢順嗰啲彎，好聽話，好聽話。有时啲车友咧喺群组度问我：啊 ，Harry 啊，你呢架车多咗十几万，喂，多咗啲乜嘢啊？冇乜唔同嘅啫，点值十几万啊？自己改都得啦。咁嗱，我揸完之后咧，就可以话俾各位车友听咧，真系唔同嘅呢架嘢。佢呢副引擎咧就比原本嘅多咗500转吓，去到15100转吓，个最高嗰个转数吓。而佢咧嗰个遮咧。佢把遮咧係鈍嘅，用鈍嚟做嘅物料。嗰、那個遮咯，係啦嚇，佢係用鈣做嘅。其實佢而家嗰啲餡咧，就等於嗰啲 Super B 落場之前去改動嗰副引擎，去 balance 嗰副引擎同埋用嘅材料。所以我都可以用三波咁樣上嘅。咁佢完全俾到你咧喺高波低轉裏邊咧個温煙期咧。都俾到你好有信心嘅呢架车，佢喺6000转之后咧，打后至到15100转里边咧，就发癫噶啦。嗰啲着重嘅扭力咧，就完全摆翻晒喺6000后边释放。咁所以咧，呢架嘢咧，佢除咗嗰啲遮啊，同埋嗰啲遮咯咁轻之外，你扭个转速咧，其实你扭佢架车咧个上升得好快嘅个转速，你显然相对咧佢转速系上得快嘅架车吓。架车你用好高嘅波喺大山呢度，嗱，你都可以用5波嘅。嗱，平时我揸嘅所有嘅咩牌子嘅1000咧？我都有2-3波嘅啫，喺大山呢度。我呢架嘢可以用到5波，甚至我温煙期有試過用6波先。咁我一般嘅急嘅彎，我用3波、4波、5波直路。咁但系咧，你知道大家揸車啦，一個高波低轉數，會覺得架車咧係好飄，冇信心。但你見到佢低扭好舊，你見到我3波入嗰啲好急嘅彎咧，再出彎4波、5波咧，你覺得都好 handle， 好暢順。同埋我揸呢架嘢而家只係用踎踎嘅啫，踎踎咧。我都可以揸到架車咧，
同我揸 S 一千 RR 咧係一模一樣嗰個速度，仲可能會揸向順啲快啲添嚇，因為我啲已經用 Waze Mode 噶啦已經嚇，咁證明呢架咧係好容易揸，喺啲彎度咧即係講一句冇得輸。用三四五咧，你都覺得好暢順嘅。喺大山呢度玩啲彎，佢啲彎咧真係好易 handle 咯。嗱，你睇到我而家温緊煙，都係用一個毛毛嘅啫。你見到個尾咧走得好快嘅，所以令到個人好有信心，啲彎嚟得好快，好輕鬆，用好高嘅波咧，呢度都好輕鬆啊，用好低嘅轉數。三波入啲咁急嘅彎，用四千轉咁，你都揸得架車好暢順。啲彎咧好輕巧啊，個尾又走得快，你又會覺得架車咧好得心應手啊。講下條鏈嗱，係車嗰條鏈啊，唔好諗壞嘢啊。嗱，呢條鏈咧，你見到佢寫住個 M 字嘅，大家zoom埋嚟望下嚇，嗱係佢獨特研發俾佢嘅，呢條鏈唔使加油嘅，所以以後你條鏈唔會揈到咧周圍都係油好邋遢，知道佢有層 coating 喺度咧嚇，係廠方俾嘅資料，呢條鏈咧係唔需要加油嘅嚇，咁係 M 自己研發，暫時未有得賣㗎，跟車人一條嘅咋。座位咧就多咗高咗六個 mm， 所以我哋一我一開箱咧，一騎上去咧，覺得喂呢架一定係高咗，個尾擔係長咗嘅，所以成個輪距咧都長咗。佢跟住個人嗰個動作嚟走嘅，架車咧入彎咧，佢係跟住你一齊入，係好快咁樣入嘅，咁你好輕鬆噶。好似我嗱，我哋講呢架車嘅嗱，我有四個字形容佢嚇：傻瓜變超人嚇。點解話傻瓜變超人咧？我哋當年我哋細路仔後生嗰陣時玩嗰啲初初嚟香港嗰啲Honda VTEC 咁樣，咁嗰啲車係好易揸，大家都知嘅嗰啲頭碌車。咁而佢個 VTEC 引擎係做得好好，大家都到而家都皆知巷聞。當其時我哋就成日都笑啊，唔識揸車嗰啲嚇傻瓜啦，變超人啦，都揸得好快，揸得好叻啦。嗱呢架車我可以咁樣形容。講翻呢架車有個設備嚇係 S 一千 RR 冇嘅，就係 GPS 啦。佢一個GPS 咧裝喺個尾後邊嘅，但係而家我未裝，温完煙翻廠就會同我裝翻嘅。有一嚿嘢咧係喺全球300個賽車場裏邊咧，就俾一個嘅 lab check 嘅，就俾你喺每一個賽車場去錄低你自己一個圈速嚇。咁對一啲車隊嚟講咧，呢一個嘢係好有用嘅。